怎么样，穿上感觉了？还行，但是感觉穿的时间长了脚会有点痛。嗯，肯定了呀，你刚从那个平底鞋换到这个高跟鞋，肯定是有一些不舒服的。也是啊，这比我平时穿的那个跟要高很多。那这我觉得其实不算很高吧，你跟我这个鞋跟比起来差不多吧，我的可能比你还高一点嘞。嗯，是啊，因为我前面还带这个防水台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那这个最起码要比你那还要高两公分呢。那你说像前面这种薄一点的，会不会穿的时间久了脚痛啊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但防水台的就看起来比较笨重一点，没有那种看起来精致一些，而且显得脚也比较脚型也好看，这个就显得很笨。你最起码前面这个防水台就感觉钝得很，而且那个稍微尖头，你看我这个稍微是偏圆一点的这种小圆尖。嗯，但我感觉这个尖的鞋的话会限制脚型，对脚型有限制。你就还好，只要不是那个就是大脚骨那个啥特别大的，应该穿着不是很难受。不过这双鞋挺修饰腿型的。嗯，而且它这个是红底的，是哦，红配蓝，是不是啊？是，颜色搭配挺时尚的。嗯，对呀，这我而且这个蓝好像是今年流行的那种克莱因蓝。不是，我感觉这个是克莱因蓝，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雾霾蓝那种感觉。比雾霾蓝颜色要深一些。嗯，对对对，偏深一点。嗯，它只如果是稍微再偏灰一点，可能就是雾霾蓝的比较接近。嗯，这个应该属于那种克莱因。这感觉有点偏紫。对对对，克莱因蓝就是这种又蓝吧，它又亮的很，又蓝又亮。嗯，这个还比较挺，你看我这个拉链还是这种，就是隐藏式的。哦，我这个拉链是露在外面的。嗯，对啊，我外面还包了一层皮。哎，我这块好像跟你那个不太一样。对啊，那个是专门做了一个小细节收口的那种感觉，我这个就不是收口的。那就可能就是说腿胖一点的人的话穿这个也很舒服。对啊，你这个其实就剪裁啊，这旁边还有个小线，就感觉整体感觉很精致。嗯，是，就很细节那种细节控的感觉。是的，我这一看啊，就不是个软妹子。不是软妹子的节奏，这种的感觉就适合萌妹子穿了。对对，但是比较画的也比较精致的那种感觉。我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飒一点的那种，很帅的，穿一个那个皮衣。嗯，皮衣皮裙的小皮裙。这个其实穿上皮裤才好看。嗯，穿上皮裤，然后它那个光泽感会特别好。而这个比那个皮就是要稍微硬一些，这个是硬挺型的皮。哦。两个摸起来是这个蓝色的要舒服一些，这个应该是那个羊皮的。哦，所以你摸起来就是感觉对，这个摸起来是软的，这个摸起来是稍微偏硬一点。对，你这个不穿，你看它立在那儿。嗯，是很挺。那个其实穿着起来更舒适一些。嗯，你的腿啊，还有脚腕啊，小腿啊，这些都比较舒服。嗯。给你这贼搭嘞，你又是蓝色的指甲，又是蓝色的衬衣。今天特别喜欢蓝色，而且蓝色也显白啊，特别显白。对，你那是挺显白的。嗯，我这是一身黑。你可以再试试这个长的这个鞋。你穿这个黑的，或者穿这个蓝的也行。我好试试这个黑的，这个漆皮的其实还挺不错的，是吧？那出镜率很高，哇，穿起来那个飒，那个性感，特别好看。而这个。